今天是中秋节，秋意乍现，秋虫呢哝。我呢忍不住呀，到这个户外来拍一下我们家的夜景。现在是晚上10:30，看看皓月当空。乡下呀，就是非常的宁静。这一刻呢，感觉和上帝如此的接近。只有远离大都市的喧嚣和那些毫无意义的应酬，我们的心灵才能如此宁静和自由。